我们看这道题，五分之一乘十八加五分之二乘九十一。如果的话，你先算这两边的乘，再算加，计算量有点大，又容易出错。今天老师教你一个方法，巧算。那我看到有乘有加，马上想到乘法。乘九，那么接下来写下来，再加上五分之二乘九十一，再来看这里五分之一乘二就是五分之二，都乘九，再加上五分之二乘九十一。 哎，接下来有了吧？古一数，那么就把五分之二提取出来，轴乘上，剩下的就是九加九十一，就等于五分之二乘一百。